秘密你好，秘密你好，你好，秘密你好，好，你好，这位是我们的 Alan 总，秘密先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，好不好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杨幂。好，那么接下去呢，两位先可以举杯啊，我们一起来点亮我们今晚的美妙时光啊，同时呢，我们一起预祝双十一大卖。好，来，好的，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两位。那非常开心呢，两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。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，就是秘密完美家。啊，那其实每个人对于完美家的这个期待是不一样的。首先，我想问一问秘密哈，你心中的完美家是什么样子的？心中的完美的家啊，就是因为在外面工作一天，回家就是一个让你放松的地方，有归属感的地方。对对对，很开心，很舒服的地方。对，就是回到家的感觉，属于自己的地方了，是不是？好，那确实哈。那 Alan 总，你觉得家是对你来说是什么样的期待呢？我觉得是忙碌了一天之后，在家里能够跟家人享受一个很舒适的生活。啊，我觉得两位说的特别好。我们都说厨房是家的中心，家是世界的中心。我回到家就是想吃，是不是？我觉得美食是可以治愈每一个人心的神奇的力量。就像秘密也在微博上晒了很多照片，好像在家里也会做一些简单的菜，是不是？平时会做什么？对，最多的就是煲汤。其实有一阵子非常沉迷于煲汤。对，那我感觉秘密需要我们的蒸箱和烤箱，操作非常简单，对，就可以做一些简单的食物，是不是？立刻变成中餐和西餐的烹饪高手。哇，好，是的，没错啊。我觉得两位已经聊开了，是不是？那我们来一起赶紧看一下我们的烤箱和我们的蒸箱，好吗？好，就在这里啊。那其实我们的这个西门子的烤箱呢，不像传统的这个。